如果你想要让你面试式的 App 使用更少的容量的话，那么接下来的影片将会对你非常有帮助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号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如何让你面试式的 App 使用更少的容量。这个方法是非常容易的，不过在还没有开始之前，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。三号 TV 会一直更新关于 MacBook 和 MacOS 的使用小技巧，如果你对这方面资讯感兴趣的话，欢迎订阅和关注三号 TV。 那我们开始吧。首先你必须 upgrade 你的 MacOS 到 MacOS High Series 1.13.5 或者以上的版本，因为在这个版本呢，它可以让我们的 Message 这个 App 跟 iCloud 同步。当你 upgrade 好过后呢，只要到 Message 的 Preference 里面调整它的 Setting 就可以了。先打开你的 Message， 然后点击左上角的 Message，然后按 Preference 来点击 Accounts， 然后点击 Enable Message in iCloud 就可以了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以上就是我和你分享的 MacBook 和 MacOS 的使用小技巧。如果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欢迎你给我个赞，也分享给你的朋友。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小技巧，或者是 App， 或者是在使用 Mac 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，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。那么我是三号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